謝賢同前妻迪波拉仲有拉姑老公江耀成呢日就一起探訪長者中心，提到自己俾啲長者稱呼做謝仔，四哥又覺得點呢？梗係佢老婆我嘛，原來佢我問你幾歲佢話我76啊，我知我80幾啊。拉姑你點樣嗌啊？四哥噶就嗌四哥，都係嗌四哥，唔都叫個咩啊？舊時又唔同，唔係叫四哥，叫咩啊？舊時又叫打鈴。哎呀！哇！今日四哥你做咩？今日心情好好啊！你睇下，咦？你會面紅喎、啊。至於有傳仔仔謝霆鋒嘅前妻張柏芝秘密懷孕，仲啱啱生咗第三胎，活動之後，四哥就回應話唔知道呢件事，但係就會祝福對方啊。